大家好，我是 KDCS。这期视频呢是有关这周 Knife 金字塔的说明。根据几个朋友的回应说，这周 Knife 还算比较好打的，不过我不太清楚，因为我打的是300的 Knife， 总体上来说还算是有一些困难，因为时间不太够用。不过因为技能回复提升和时间锁定，所以感觉240还算比较好打的，因为这个手雷和近战攻击回复速度实在太快了，而且大招的话也是回复比较快的。虽然说中期的怪都是 Taken， 但是本身 Taken 的血比较薄，而且手雷针对破盾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，非常适合去打 Taken。重点是中间能跳的就可以去跳过，没有必要去清完整场的怪，而且 boss 的话血量并不是很多，火箭筒的话留在最后下小怪会比较好一点。在这个地方我比较推荐的是虚空猎人，虚空猎人在这个自身隐身也就是甩臂隐身的时候呢，可以非常好的去偷点或者是抢占某些位置，也是非常的轻松。至于他的虚空剑呢，在拥有剑链的情况下呢，可以大批量的去捆绑 Taken， 然后回复大招也是比较的好用。boss 战的话就尽量的去清小怪，然后单点 boss 就可以了，只不过 boss 最后阶段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一点，那个时候可能需要强制性的去压一下他的这个血量，或者用大招或者是使用火箭弹，只不过这个 boss 呢用火箭筒实在是不是很方便啊，所以说多少他只能用武器去点他就可以了。你不能给个什么19、20分钟之类的吗？又来了，妈，你帮我站一下那个点哦。他妈的，两炮我就死了。哎，没死啊！我死是？没有啊，我光逼十等啊，他妈的嘞，太难打了，太薄了。上去喽！但也太多只吧。他妈，早知道我就带海神了，这射日打不到那只鱿鱼。不是他，不要过啊，不要过啊！我没有我在上面复活跳，我没有过去，我只是丢一颗手雷而已。哎呦，你咋走？来连点鱿鱼啊！在门口开快点啊，慢门。你怎么弹那么高啊，一下？我被摩托车弹出去。你还弹的嘛也太高。对啊，我刚才就在这边啊，就只是顺着这样跳下来，然后就摔死。过高你还是会，摩托车会炸，主要是。没有啊，我不是骑摩托车的，我是用走的。那一样会摔死。这也是跑跑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来尝试一下。这里怎么会是 Taken 呢？是 Taken， 这个 Taken。哎呦！刚才不是啊。需要人帮我吸一下火力才能过去，因为我中间不会断呢。你不要等一下复活，我过去了。
他妈还能看得到我？哎，你进去了。我进去了，我进去。我等你们啊！我现在过不去啊。你自杀可以直接过来，我已经到了。我发现切回那个按键可难受。回血，哎，干，这回血完全扛不住他的。救一个，救一个！哎，我刚不救起来了吗？没有，马丁复活，人家救马丁，我还是死。痛的，结果所以我刚下去就抖到前面去，你知道吗？直接被一个被烧伤，痛痛的，是一大抖。先踩中间那个吧，都可以啊。那我跟马丁就清怪了。你们去那左边清那边站不住，然后踩中间的。OK 啊。站好了。走嘞，走嘞，往那个最后一个地方丢手雷。我瞬间过去了。哎，马丁开大了，开了。那你还要射吗？射了，射了。剩那个没？中间还有。喂！我强行站这个点。哎呦，我操！
开了。你说哪边有女巫？我给他把他打掉。你跳在中间那边，不要下，不要出去，就可以看得到。好像左侧吧。中间他在飘。啊，应该可以打掉了，龙花棒。啊，旁边有必要。有啦，破盾了。敢破盾而已啊！破盾就很好打啦。死的，要死的 ，OK。反正我们杀胖子啊，我们来杀胖子。胖子弄缩啦！胖子弄缩啦！先把旁边那个喷火的那个弄死。我过去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去了。超贱！你进去了哈，那我自杀喽。哎呀，我想自杀啊！我靠，我跑过去了，我靠，哎死了。跑过去不可以直接要不要救你、啊、直接撞死。没有，我自杀去了。我自杀掉了，我等下让他结束。哦，好。等下是怎么偷点吗？我正在偷，我正在偷，我已经偷了两个了。啊、哦，我死啊！ Okay. 所以我们要等一次大吗？还是要清？所以直接复活就好了。我帮他吸引炮火好了。好、哦。我干！我操！你们可以直接跳中间墙开那个，可以跳中间直接墙开那个，在下面。是，太多怪了。哎，开了，我开了。哇！现在就看能不能跑得过去啊，这是个问题。差一个点，还差一个点，我全开了。我刚开了下面那个了。下面的没开，现在是三了。哇靠，差一点哦。嗯。开了。干嘛过不去啊？尝试穿门中。成功穿门，但只有五分钟时间，不知道够不够。现在也是强制要冲冲看，我冲不过去，你们先过啊！我也冲不过去啊！太多怪了，等会拉。分钟这他妈要怎么打他呢？他还变成脑残形态，我觉得不行啊。脑残形态那真的是得很快，不能把他给秒掉的话真的是非常麻烦，而且那小位有很多。这也是已经开了吗？开了。啊、哦！没有属性，想秒也秒不掉。太远了，砸不动他，他妈天很傻逼。又喷了一次，我隐身踩。不是啊，他那个火不能让他喷在那个圈圈上，不然踩不住啊。嗯。走。哎，我还救马丽娜，你先吧。不要他妈的狙击我，你躲啊！我觉得火箭筒留的挺小的，那个火不用点的就好了。Fuck！ 哎呦，我怎么把打桩按出来？操！智障！
看见他们有问题。靠背，罗巴棒啊，没了。罗巴棒，我觉得你应该留到最后用吧。小怪，虽然小怪很分散，这点也很讨厌。反正我后面有鱿鱼。他是我，他是我了吧？又是这种情况啊！又是小怪海，我要没子弹。哎，大小怪啊！那个火焰桶丢小怪啊！正在尝试啊，然后什么没炸到，给他躲掉，躲掉。这里，啊，救援哪边？不用。OK。啊，死吧！变智障了。变智障怎么处理啊？同学。有刺客，有刺客，都有刺客。啊！我要死。罗巴棒炸弹炸他，死了，干了 ，nice， 干你娘！超难呐、啊，这个超难呐、啊！万人敬仰啊，看到没有，长辈啊，万人敬仰啊，操啊，万人敬仰啊，巅峰啊！